我哋真係得4500蚊人工。我知道。仲要兼少少清潔啊，少少維修啊。我知道，得我一個人，同埋同時要教3班學生。元朗呢间幼稚园咧，得翻5个穷学生咋？不如我哋帮下佢哋啊！你支唔支持我啊？我最开心坐保姆车，寻日爸爸买多咗甜品，姨成日攞马拉糕俾我食。校长，我冇嘢想讲。唔怕人嘅幼稚园，你又咁薄；唔过人嘅幼稚园，你仲薄。好担心你嘅身体。我得一个目标，就系将嗰5个学生转去好啲嘅学校。爸爸，你有咩梦想啊？东东哥哥，你有咩梦想噶？梦想？校长的梦想呢，就是做一位好老师，每一天都可以站在门口等你们5个上学。校长，我好挂住你啊。